雨欣，雨欣，一米大。刘雨欣，一米大。这是什么？就是他以前有一个视频在，在韩国介绍自己，然后就是刘雨欣，一米大。啊，是吗？就很狠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头发这么高。太可爱了，那个时候真忘不掉。不，前面有两个孩子就自我介绍。哎，现在是 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